好麻哦。跟各位形容一下这个感觉，一点屁用都没有。好，没有啦，这其实有一种全新的感觉。你在吃一个东西，它的高速震动，它有像有股电流在刺激你的舌头，然后会放大那个美味的感觉，美味的讯号到达了，还蛮好吃的。然后它还有四种模式可以切换。哎，对了，是不是真的拉不出来？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款神奇香，很多很多人都是因为它太大塞不进嘴巴里面，基本上就放弃掉了，没几个人能真正往嘴巴里面塞。所以今天歌手小香狗就是科学实验，勇敢探险，活力无限，冲刺啦！大家好，我哈少，欢迎来到顶楼实验室。吃是一个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是靠什么东西来品尝食物的味道？没错，就是舌头上的味蕾，除非你没有舌头。所以我们想要最直接了解这个食物到底有什么味道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拿我们的舌头去碰触它，这个动作就叫做舔。所以我们想要了解食物的味道，我们就会做出舔这个动作。这时候你一舔这个食物的时候呢，你的舌头和这个食物一接触，味觉讯号就从你的舌头上面一路传到你的大脑上面，刺激你的大脑，刺激你的口痛，重击你的大脑，让你知道你面前的食物到底有多难吃。仔细想想，这个过程就是甜美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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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们只要在短短的一秒当中舔个两次，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双倍的美味？这样子要把一个普通的食物变成非常美味的食物，是不是关键就在于你的舌头一秒能够舔几下？有道理啊。但是呢，人在一秒钟能舔几下也是有极限的，就算你练成了狗喝水，也会被警察逮捕。于是呢，我今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准备了一秒钟能震动42000下的电动牙刷，想不到吧？今天就是要利用这两台电动牙刷来制作42000倍好吃的蜜饭还有凤粉糖，马上开始。那我们现在首先要来制作棒棒糖，那先准备一个瓦斯炉，来先加热这个锅子。然后把砂糖打开，我们就先把砂糖倒进去了。网络上说就把它加热到融化就可以。我去夜市看到人家煮糖葫芦都是把糖加到锅子里面加热，把它加热到融化以后再加那个红色的色素，然后再把它裹在番茄或者是草莓上面。那我们这次裹的是要把它裹在那个电动牙刷的刷头上面，然后让那个电动牙刷在震动的时候，那个棒棒糖也会跟着这样子快速震。好啦，我们接下来就先等待这锅砂糖融化。我好像真的煮成焦糖了，这个锅子呢，再准备一个冰棒的模具，再把牙刷打开，然后我们准备就把这个刷头放在这个冰棒的盒子当中，然后再把糖浆淋进去，然后等它冷却之后，就可以完成那个可以震动的棒棒糖了。在完成棒棒糖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做第二种，就是冰棒。那我们冰棒是利用果汁，然后再用相同方式把筷子用橡皮筋绑起来。在放好了之后，我们就现在把它拿去冷冻吧。好，等一天一夜，头发都长短。好，不管，棒棒糖已经做好了，现在就是要准备让它脱模。失败，应该还是可以啦，它主体都还在。哦，这根真的是有够难拔，到现在还没拔，拔出来了。好啦，费尽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把棒棒糖取出来了。那写镜头看一下，像这根，它都结晶在这个刷毛上面。那另外一根是比较完整的，就比较大根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就要把棒棒糖装在我们的电动。嘿、hey, 我回来了。你怎么回来？我刚把你的理论啊告诉那些警察啊，他们现在都去买棒棒糖还有冰棒了，所以我就偷偷溜回来了。哦，厉害。既然现在摇滚家回来了，我就跟他一起来尝尝看这个42000倍好吃的冰棒。可是你要喂我。为什么？他们没有帮我解铐啊。哦，好。啊。
我要这根。好，那我选这个。给镜头听一下这个声音。你以为它没有在动吗？没有，它在高速震动。嗯，味道有股焦糖味，烧焦的味道吧。昨天煮的时候是不是煮太久了？应该是没有啦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品尝看看。三、二、一。好。哦，好麻哦。跟各位形容一下这个感觉。一点屁用都没有。好，没有啦。这其实有一种全新的感觉。你在吃一个东西，它的高速震动，它有像有股电流在刺激你的舌头，然后会放大那个美味的感觉。美味的讯号到达了，还蛮好吃的。然后它还有四种模式可以切换。对了，它可以切到全震动啊，全震动，给大家看看它震牙齿的感觉。好，那么现在吃完了那个棒棒糖，现在就要轮到我们的冰棒哦，这是我最期待的。那冰棒也是要脱模了，那我们就把它去刚刚旁边这个水里面脱一下。喂、欸，嘿嘿嘿，一次搞定！哇，好完整啊！耶、yeah! ！哇塞！不要再我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把棒棒糖，不是把冰棒拔出来之后，为什么冰棒每次都说成棒棒糖，棒棒糖每次都说成冰棒？只要脑袋都快坏。插进去以后，拔出来，完美。那马上开甜，我看好甜哦，四万两千下的冰棒，哦。你还想被逮捕吗？对不起，可是好好吃哦。它的震动频率没有到像棒棒糖那么的大，但是它那个微微的震动感非常的舒服哦，这吃起来很柔顺，就像在舔天鹅的毛一样。你有舔过天鹅毛吗？嗯，小时候舔过。各位观众那边看我们吃冰棒也感到非常无聊，那我们就顺便宣布一下我们重大讯息，我们频道也突破了1000订阅。那我们在这边要跟粉丝还有新的观众朋友来募集我们的1000 Q&A 的问题，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问我们，都可以私讯我们的 IG， 或者是到这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们都有可能把它做在1000 Q&A 里面来回答各位观众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会来办一个小小的活动，那就是，没错，我们这次就是要来抽奖，那抽奖的活动奖品就是电动牙刷啦，在我们频道会抽出三组电动牙刷，包含我们用过的，然后这次也很感谢普桑尼克来赞助我们频道，他们家的产品来使用，他们也很大方，愿意提供产品来给我们的粉丝来做试用看看啊，看他们家产品好不好用这样。那活动办法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非常简单，只要呢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分享给你看起来很闲的朋友之外，我们现在在募集1000 Q&A 的问，只要到这部影片下方留言问问题，还有去 IG 私讯问问题，就可以来参加抽奖。此外，普桑尼克那边的粉丝团也有做一个小小的抽奖活动，也是抽出三支电动牙刷。抽奖的办法呢，我会在我们的说明栏附上他们的抽奖连结，你只要点进去就可以到他们粉丝团，看他们完成抽奖步骤呢，就可以参加抽奖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会抽出20名，会有另外的精美小礼物来送给各位粉丝朋友，抽什么就要再等下个礼拜才会知道咯。所以呢，我们还在那边再次感谢普桑尼克。那这支影片没什么事了，拜拜。吃完东西要记得刷牙哦。还不好，还不快一点！吃饭啦，肚子饿啦！好啦，吵屁吵哦！还不快一点！